卫生，他差遣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从他，他设下他的大使命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门徒，而不是一个糊涂的仆人。作为一个门徒，我们必须具备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在真理上的装备扎根，同时我们还要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把人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。路加福音9:23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路加福音14:27，耶稣又说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但愿我们都能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体贴神的心意，一生永远不断荣耀神。Thank you.
我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忠心的仆人。请坐，请坐。